基隆市议员第五选区安乐区是基隆参选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战区。七席议员中有六位争取连任，分别是林佩祥、余三发、庄景田、秦真、郑凯琳、张之豪，将对上九位挑战者。国民党现任四席林佩祥、余三发、秦真、郑凯琳都是实力派，亲民党庄景田力拼六连霸，时代力量陈维仲本届转战市长，改由党部副执行长江欣宜出征。民进党除了现任张之豪外，还有卷土重来的前议员洪森勇及新人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的执行秘书吴华嘉，基层实力都不弱。另外还有民众党刘伟群，很早就布局地方经营。再来看无党籍，无党籍新人众多，三民里里长许超胜转换跑道，实力不容小觑。还有关注长照资源的医师李伟华，幕僚出身的黄继堂，前议员张明杰，以及天行者慈善协会执行长黄永祥。蓝绿白橘实力及无党籍十五抢七，战况激烈。我们特别为您录制及搜集十五位市议员候选人三十秒的自我介绍，让大家来认识。大家好，我是安乐区市议员政治协助洪森勇。森勇，我最是担任人才资助人才议员，服务上热亲切，有专业有经验，是担任民意代表上好人选。春城安乐区乡亲时代唯一支持政治第一号、第一号洪森勇，拜托拜托，感谢感谢。大家好，我是安乐区二号议员候选人江欣宜。过去我长期在媒体担任独立记者，后来我来到我们时代力量基隆党部担任副执行长。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见安乐区现任的议员常常开会迟到早退，甚至完全没有去开会，根本没有在议会当中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来把关。也因此，这一次我出来参选市议员，我们希望继续推动交通平权的改善，推动我们整个安乐区通勤环境、通勤族权益的保障。我是安乐区二号候选人江欣宜，监督改革让我来做，谢谢。各位乡亲好，我是安乐区秦真，在此跟各位报告，二十届的议员继续参选，我是登记第三号。那这是我最主要参选的目的，基隆向前行，安乐要更好。希望各位朋友，假设希望这本农民历的话，欢迎来索取，因为农民历里面有我所未来我们安乐区向前行的一个要更好的一些标的，以及我过去所做的一些地方基层要项。希望各位能从这个农民历中了解来支持秦真，让我秦真继续为大家服务长长久久。大家好，我是安乐区市议员登记第四号庄景田。第四号庄景田，景田当过五届的议员，二十年来认真用心在服务，永远以老百姓为优先，请大家继续支持最认真最用心服务最实在的第四号庄景田。第四号庄景田。世代连结，安居乐业。大家好，我是林佩祥。过去的四年间，佩祥成功争取了安乐内湖线，实现了当初选举的诺言。而未来，佩祥也会继续努力，跟通勤族们站在一起，捍卫我们通勤的权利。你好，我是林佩祥。这次安乐区市议员选举登记第五号，请你多多支持五号林佩祥，谢谢你。大家好，我是安乐区六号余三发。三发来自于基层，从里长做起，对地方的事务一直不遗余力。目前我们五仑溪淹水问题已经在努力之下获得逐步改善，我们后续还有中期、长期的计划需要我们继续推动，包括基金公路塞车的问题也逐渐有改善，后续我们还有建议快速道路需要我们继续推动。希望各位给三发机会，让我能够留下来继续为大家努力。六号余三发，拜托拜托。大家好，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七号许超胜，担任里长十二年。我和我的叔叔前基隆市长许财力一样，由里长做起，言出必行。这一次超胜受到林家姐姐台中市长卢秀燕唯一支持推荐，肯定许财力支持卢秀燕，票投七号许超胜，拜托拜托，七号许超胜，拜托拜托，谢谢谢谢。
安乐我的家，服务找华家。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八号吴华家，担任蔡适应委员服务处执行秘书长达六年，经手的服务案件超过8000件。我是最有经验的新人，以关心在地为出发，期许成为市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借延续基隆市的美，成就让安乐好还要更好的目标。请让吴华家不离到丁行瓦底家，安乐我的家，一起来投吧。各位亲爱的基隆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议员登记第9号九号九号的张之豪，真感谢大家四年前给我这个机会替大家服务。四年以来，咱同齐完成真侪真好的工作，包括着咱大埔仑森林运动公园第一期完工，包括着咱的来寮黎明中心外靠的公园，也有包括我们的四维公园落成，而且大家真爱来。接下来，我们这四年也希望能够看到基隆更多的进步，希望大家。好，认真打拼的少年议员，继续替大家打拼。议员请支持第9号、9号、9号的张之豪，感谢。我是一个在地服务30年的耳鼻喉科医师，今天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社会的问题而出来选市议员。这个问题呢，就是长照的问题和医疗资源的不足。在我们的议会里面，几乎看不到医疗的专业人员可以监督引导我们的政府做出一些比较适当的方向。今天我站出来身体力行投入防疫工作，希望之后能够在议会和现在的医疗工作中对社会有更通盘的服务。我是李华医师，10号的阿华医生，谢谢。大家好，我是凯琳，郑凯琳。四年来谨记一生理想全力以赴，带着各位好友的期待与鼓励，终于完成多项多年来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在这边凯琳希望各位好友用选票再一次肯定凯琳，支持凯琳，让一生理想全力以赴，11号郑凯琳继续为各位来服务，拜托拜托。Hello， 你好，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登记第12号黄继堂。我曾经是一名广播电台的 DJ， 因缘际会下跨足政治幕僚，一路从基层做起，累积丰厚的羽毛。我想趁年轻的时候，把理想与热情奉献给我所爱的家乡安乐，让基隆成为一座名为友善的城市。我们有着不同的过去，却有着共同的未来。这一次，我们不为谁。一起为安居乐业的未来投一票吧！各位安乐区的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市议员候选人登记13号的詹明杰。我当选了后，一定做好第一，要来照顾咱的老人；第二，要来增加咱的停车场；第三，要促进咱的观光，让咱的囡仔有较好的就业机会。拜托，议员伫10月12日，请投予13号。13号张明杰，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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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台湾民众党安乐区唯一提名登记14号刘伟寻。当大家厌倦蓝绿恶斗的同时，白色力量及拥有丰富市政经验的伟寻，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麻烦大家11月26号，请唯一支持头发最白最年轻的14号刘伟寻。安乐选十五，大家拢快乐。大家好，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黄永祥。拜托咱所有安乐区的乡亲士大，11月26日，用你手中的选票来支持有行政经验、有法律专业的黄永祥，登记第15号。15号黄永祥，拜托拜托，感谢感谢。